然后我下楼来，发现屋里进了一只狗。我走近了一看，它尖尖嘴，我一看不是狗，应该是只狐狸。我准备把它撵走呢，结果它不走。我分析它可能是饿了，我去弄了点肉给它吃。我经过仔细观察之后，发现这只狐狸的右眼眉上以及屁股的位置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快来来。